我哋同事係受到好嚴重嘅武力嘅攻擊。就是看它的能量，这个照的人吸收多少，如果吸收到眼睛里面，可以造成一个永久性的生命，如果照到皮肤，它的能量也很高的，可以烧伤，它在眼睛这样子骚扰的时候，也会令到这个眼睛看东西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模糊的。